门前引自杀雨。哎，这临时工太累了，下班了下班了，走，请你吃饭。嗯，这不是你风格啊。杀这杀鱼我只在电视上见过，你发达了。哇，有钱引自杀鱼。你现在立刻派人去海南弄一条鲨鱼回来，想吃了。好的，老爷。老爷，您的鲨鱼好。这啥？老爷，这全是海南本地的鲨，绝对没有一颗外地的，您不满意吗？哎呦我的妈，满意。又一个人吃东西，看我怎么给你抢过来。如雪飞行，加速。哇哦 ！Baby 小李还想抢我吃的，还给你。既然如此，那就别怪我放大招了。凭我7.8秒的百米加速，他肯定连反应时间都没有。你别笑。嘿嘿，大嫂。喊你不要骑快车嘛。今天看你上不上当。哎，来了，谁放个盘子在这儿？恭喜你，勇敢的少年触发了14级任务，获取天蓬元帅的好感。有什么奖励？你将获得我纵横天下5000年的秘诀，届时再也没有人可以欺负你。天蓬元帅，快吃了。可以，等我吃完告诉你秘诀。快吃快吃，从此以后我一定要让小李好看。哎呦我的妈。你说秘诀了吗？可以，秘诀就是遇到任何事情大喊大师兄，师傅被妖怪抓走了。这么简单吗？吃火锅咯。哇，火锅就是要吃清汤的才能吃出食材的原汁原味嘛。好痛啊。小李，完了，他以后肯定要抢我吃的，那我只能先下手为强。嘿嘿嘿嘿，我可真是太机智了。哇，吃这么辣，好羡慕啊。平时都吃这么辣，你敢吃吗？哎，干渴了止水。明天吧。啊，他竟然不吃，哼，肯定是怕了，自己吃啊。不怕。你别笑。爽。哎，吃炸鸡怎么能没可乐呢？小李竟然在旁边，我现在走开，他肯定会过来偷吃。有了，让我把来福放在这，小李赶过来，手给他夹断。哇哦！我的天哪，这可怎么？哎，算了，不管了。他不是更好吃吗？哎呦我的妈！妈真香！哎呀，炸！哇，来福果然给我守得好，一块都没有少。来福啊，来福啊，这是谁干的？我一定会给你报仇！哼！等一下，还别吃了，你看这是什么？炸！哇！藏宝图？是啊，你这么聪明，你肯定能找到。我去去就回。真的有、手里果然没骗我，竟然是黄金奥特曼。等一下，你先别吃，我给你变个魔术助个兴。什么魔术啊？看看看到这个小人没有、3、2、1。我操，还有个更牛皮的魔术、快表演快表演，现在配合我一下，用这块布把自己的脸蒙住，再倒数3个数之后揭开就会有惊喜。那我开始咯。3、2、1。我操，直接消失了。打开了就是好吃啊。今晚一人3个包子啊，我去拿点东西，先别吃啊。3个包子哪个吃了，管你那么多。哇哦！哎呦，太饱了。你把包子吃完了？还有烧鸡你不跟我说？既然你把包子吃了，那烧鸡就我自己吃了。哎，吃不下了怎么办？有了。这下又能吃下饭了。拿了吧你。哎呦，还是我聪明。等一下，你不要命了？鸡腿都敢吃？你骗谁呀、啊？我天天吃、啊。据科学家统计，所有吃过鸡腿的最后都死了。那怎么办？你先把鸡腿放下。还好我有一本秘籍可以挽救一下你。炸！
跑步。救命之恩，来时再报，我先跑了。嗯，太棒了！这东西要不是补脑，谁会吃啊？太难吃了。核桃哪是这样吃的？那不能吃它的核啊，谁咬得动？当然不是啦，我来教你正宗吃法。先把核桃砸裂开，丢进去，加点辣椒，加点醋，拌一下。现在你尝一下。咋还这么难吃啊？是不是我太土了？咋样？是不是好吃多了？是啊，好吃。你别笑。这个核不能乱丢，必须要专业人士处理。一会儿吃完再叫我啊。嗯，小李真专业。哎呦我的妈！啥？嘿嘿嘿嘿。嗯。喂。哇哦！等一下，我刚朝里面捡个水晶球，不知道值钱不？你帮我看一下。我看一下。喂，这冰凉的手感，97%是眼睛珠。这不会是奥特曼胸口那个能量球吧？你不要瞎说，你先吃肉。哎呦，一看就是个玻璃球，扎到人多危险！我去给你销毁了。这么大眼睛珠，怎么没了？嘿嘿嘿。啊，真香！哎呀，哎，怎么湿湿的？你不要哭了，你别笑。等一下，啊、我今天新学一招冰城术，可以让你一动不动。怎么可能？你武侠小说看多了吧？你不信，那我就给你赌一把。哎呀，滚！我的了。什么玩意在我背上？也没啥，就是四条纪律啊，千万别乱动啊。那可是四条生命啊！啊，真香！小李，我跟你没完！切，妈的吧你！我太难了。哎、啊，雨了都，下雨了都。哎呀，不用我这个金砖换你的卡兔。哇，这人也太傻了吧！假的，你别跑！雨特，哼，我今天就在这等你。你别笑，炸！美女，刚刚有没有看到一个光头进去了？是那个很帅的吗？是，看见了。我还在里面，看我以后无所谓了。嘿嘿嘿嘿。爽！叮叮叮。哎，大哥，你看我新买的奥特曼会飞。炸！哇！我的尾巴，还好我眼疾手快给你接住了，就是沾了点辣椒，没事。这就沾了一点。我可以洗，你别想吃啊！你别笑，都湿了这么辣，刚才就想劝你，这是我洗辣椒的水。妈的吧你！啊，真香！哎呀，这猪尾巴竟然全是猪肉做的，太好吃了！腐竹可以完美吸收辣味，准备十包泡椒凤爪，把里面猪倒进去，凤爪不要，再切点卡罗莱纳辣椒。搅拌半小时，嘿嘿，看这回小李爽不爽？小李，试下我这个凉拌腐竹。哎，最近胃总不舒服，吃不了辛辣的。胃不舒服？没事，我有新三九胃肽，舒服一下。还有这种好东西，那我试一下。嗯，啊，真香！哎，小李，听说江同学问你敢不敢参加999实力蹲蹲蹲挑战赛？这啥不敢？腐竹炖锅奶茶炖，奶茶炖锅新胃肽炖。耶，挑战成功！下一个安逸释放自我，你敢接受挑战吗？